直以嚟咧都系会筹款啦，俾啲有病小朋友去医病啦。咁同时间咧，我哋系提供咗个渠道咧，就俾大家系认识罕见病嘅。今年咧，我哋加咗好多新嘅玩法添，我哋有自制 campaign 啦，咁即系自制 campaign 咧，大家咧跑手咧，即今日咧有号码嗰啲咧，你哋可以上翻我哋嘅网站咧，做翻一个 campaign， 就叫你啲朋友咧嚟 support 我哋啲小朋友嘅。掌声大力啲 ，come on！ You get off my cloud, you don't know me and you don't know my style.非常欣賞 LifeWire， 因為他們成立了五年以來呢，其實都籌募了超過1000万的經費來幫助有需要的病徒。那這方面呢，其實是大家今日千多人鼎力支持，亦都看得到 LifeWire 他每年這個活動呢是非常受歡迎的。除了國際上越來越關注香港，也越來越關注是會有更多更多的研究是去為我們各種不同的罕有病都發明一些新的有效的治療方法。所以呢，今天大家參與的這個活動是非常之有意義的。好，多謝大家。今日完啦，但不過咧籌款就未完嘅。就算跑完之後咧，你仍然可以出去俾你啲朋友繼續籌款，幫多啲小朋友噶。係嘅，係嘅。